噼里啪，帮我拿雪糕。别想。真是的，姐姐自己出门逛街，还叫我们留在家打扫卫生。哎，神经手，你不是有那个吗？有什么？你说的是我最近在实验室的反重力悬浮清洁机吧？什么？有那种好东西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海城，你别忘了，过去我们用神经手的发明，结果都……哼，这次不一样，经过实验，这次的反重力悬浮清洁机除菌效率高达94%，清洁效率更有了87%的提升。还是不用了。神机手，真的不用麻烦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样拜托我了。这，你，这就是你们的整理成果吗？都是神机手不好。梦梦，你听我说，发生了点小状况。状况是吧？你们完蛋了。是特勤队队长。变形联盟，我们侦测到沙漠中出现异常状况，很可能与空间缝隙有关，已经将定位传输过去了。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等我们回来你再继续吗？等等，海城，你给我留下来收拾。可是姐姐。普利日出啊！再见了，海城，你要努力活下来啊！嘿嘿，不好意思，海城，任务在身。变形联盟很快就会赶到了，希卡，你带着喧哗吵闹去对付变形联盟。厄运，我们去吸收能量。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为什么我们得听他指挥？你们说什么呢？好好干，千万别出错。哼，大家小心，居然偷袭，真是卑鄙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获胜率不到12%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提高警觉。巨能霹雳炮，烈风暴长臂，你们追踪空间缝隙，朝那神机手我们追。快往空间缝隙的方向去。你们别想跑。碰碰车真好玩。烈风暴长臂，别轻敌。甩开他们了。哈哈，再见喽。
空间缝隙就在附近。哇，沙漠下雪了！一定是空间缝隙将某个地方的气候转移过来了。啊哈，也不错，天然空调，但好像太冷了一点。西卡和那些家伙太没用了，居然这么快就被你们甩开了。不要紧，今天就让我铁刃将军亲自跟你们玩玩。已经够冷了，万一我感冒你得负责。逆风暴长臂小心。再见了，不，应该说永别了。冰寒之牢。动作挺快。温度下，我们的机体也撑不了多久。那就一举击败他们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让铁刃将军他们对我指手画脚，我恐怕也没什么好下场。变形联盟倒是能压压他们的气焰。鳄鱼想偷袭。你敢攻击我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这是上偏了。这是个好机会。暂时先撤退，变形联盟，你们等着瞧。快来不及了，立刻修补空间缝隙。打得真过瘾！你们今天居然抛下了我！这，海城，你听我说。你给我回来！欢迎大家来参观侏罗纪恐龙展。侏罗纪距今有约2亿500万年，这个时代，地球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恐龙。
真是太神奇了。剑龙太酷了，海城，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剑龙的事吗？小事一件。搜寻剑龙，剑龙生存在侏罗纪晚期，是一种巨大的草食性恐龙。剑龙的视力不好，大约只能看清一米左右的东西。它们的背上有骨质板，尾巴有尖刺，能有效地防御掠食者的攻击。真想有一只剑龙当宠物。你就别做梦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小心。我的梦想成真了吗？救命啊。变形联盟，博物馆有恐龙。恐龙？海城，博物馆有恐龙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，难道你害怕那些恐龙化石？哎呀，不是了，是这还真是恐龙啊。我们得立刻出动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什么刺刺龙？剑龙了？哎，随便了。316号空间缝隙，位置平息是西南方森林。这只恐龙估计就是从空间缝隙来的，估计是浩肯星故意放出恐龙转移我们的注意力。怎样都行，伙伴们，咱们抓恐龙去喽！全体注意，把恐龙赶到空间缝隙的位置。只是该怎么改变恐龙的方向呢？让我来。你那辆笨重的车终于派上用场了，少啰嗦。这个空间缝隙的基因石能量相当充沛，我们功劳也非常巨大。又是变形联盟。看来想阻止他们得先打败这只恐龙。嗯，还等什么，我们上。耶，游戏时间开始喽。快帮我拍下起恐龙的英姿啊。变形联盟与你们的宠物玩得开心。对了，今天博物馆剑龙的视力不好，大约只能看清一米左右的东西。普利士，这种恐龙的视力不好，
远处发生了什么他是看不清的，也许能利用这一点。收到。拳击手长臂，你们引开恐龙的注意力，霹雳炮跟我来。收到。我们上车。好。等我们把能量吸收完，否则你们就跟着人类的小孩。永别吧。那是大家小心，这里就是地球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嘿，大家好啊。嗨，成臂。你也是浩肯星人？是谁派你来的？不需要谁派我来，我是一个自由的战士。只是腾腾浩肯星战士欺负一个地球的小男孩，太难看了。我警告你，少管闲事。好吧，空间穿越害得我全身僵硬，也是时候活动一下了。小朋友，你先去安全的地方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变形联盟，空间缝隙的能量就要被吸收完了，你们还不行动吗？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那个神秘的浩肯星人救下了海城。哎呀，怎么就这样跑了？我还想跟他较量一下呢。我们回基地调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查出他的真实身份。这个神秘的家伙到底是敌是友还不好说。